太冷了。我感觉我手都被冻的，被冻得好冷。嗯，刚好有个杰森，这技能还可以。低头，低头走路，有加速。啊，可以抬头了，这边已经够了。他估计儿子在身上，估计。这没打到，可惜了。哎，半仙。护手霜，我到时候上网搜一下。其实我有点想闪他的，但是我知道他儿子在身上。半仙啊，仙啊，仙啊，你在干嘛呀，仙啊，仙。这里地方很近，让谁电了我一下。这能过半，我是没想到的。干嘛？这没祭司吗？这也没祭司呀。他翻过去是什么意思啊？那要不摸一下吗？那边你不摸你怎么救人啊？你不摸你后面怎么救人啊？你不摸啊？你不摸你们后面怎么救人啊？哦，再摸了那没事了，好吧，你们摸吧，这把赢了已经。哎，我感觉我手好难受啊，就没有那种丝滑的感觉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游戏结束。一点都没有那种丝滑的感觉，烦死了。剑姬差一台整的。
我靠！这边给他挤出来了。嗯。竟然给他挤出来了，我都没想到。先杀那个鸡士，先杀囚徒去。 囚徒没有直摸了，已经，我们可以先拿囚徒。唉，之前那个手滑的那个叫护手霜是吧？我去，哎，他们那种叫什么来着的？忘记了，忘记他那个叫什么来着的，就是每次玩的时候我都容易手出汗。 手出那种冷汗就很烦。爽身粉，爽身粉不是给小朋友用的吗？嘿嘿嘿，你躲在里面不出来。哎呦，哎呀！ 身体组就出来了，你不出来是吧？嗯。哎呦，哎呦！嘿嘿嘿。 翻吧，还有一把末班车，末班车加油！给我整个，给我整个竞技赛，求你了，那希望他能给我整个竞技赛。啊，还差13分，整个竞技赛。